你姑姑金玉其外，败碎其中啦。你收口！咁而家唔系咩？佢表面上一本正经，其实行为不检。我仲知佢同全真教嘅道子偷偷摸摸咁来往啊！你乱讲！我姑姑同全真教总有一段心仇，又点会有来往？唔该你讲嘢吧，干净啲。哦，我而家把口已经好干净噶啦，仲难听嘅说话都有啊！你要唔要听？你再后面派人嘅话，你休怪我对你无礼啊！系我亲耳听到嘅，唔多仲有假嘅。全真教有两个道士，一个叫赵志敬，曾经做过李师傅；另一个叫尹志平。我有冇讲错啊？系又点啊？系就得啦。前几日呢两个道士嚟我家中作客，当时你姑姑都喺度嘅，点不知佢哋两个到半夜三更，居然嘈起上嚟。哼！佢二人向来不和，嘈交有咩出奇？奇就奇在，姓赵嗰个不断咁闹姓尹嗰个，话佢同你姑姑啲关系非比寻常，而且仲做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添啊！你乱讲！臭小子，是我真难堪嘅，冇人敢打我啦！而家竟然咁打我，胆敢诋毁我姑姑，我就要打你！你想点啊？杨哥，你为我清誉，老走我门，我要攞你命！啊！咁嘅，姑爷，啊！佢头先明明就喺度噶，点解你做埋啲咁嘅傻事啊？我都唔想啊！而家最紧要揾翻郭儿先，其他事慢慢至讲啦。我睇佢受伤好重，佢唔会走咗去边，我出去揾佢。哎，静哥哥，小心身体啊！今日断手之仇不报，我杨哥仔不为人。杨哥啊，杨哥，任你武功再高，咁可能你只不过一个断臂嘅怪物，到处招人耻笑。点解当今世上就只有我咯？唔会连累你。
阿如今身中嘅我和阿宝神，就算去揾姑姑，恐怕都会吓死途中。莫非我今日就命丧于此？冇咩事啊嘛？难道你听得明我讲嘅嘢？刁兄，你系想问我点解只手会断咗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而且断臂难捉，都系无谓再提。刁兄。莫非你的意思是叫我吃了个蛇胆？刁兄，你真的要我吃啊？既然刁兄你诚意拳拳，在下只好恭敬不如从。刁兄，我总算冇辜负。刁兄，原来是你啊！刁兄，你担心生果嚟系俾我食？刁兄，你待我真系好。刁兄，你系问我伤势如何？我明啊，刁兄，你逼我食嗰个蛇胆。希望可以帮我运功疗伤，怪之我刚才运功嘅时候，发觉我血气畅顺咗咁多啦。系咧，刁兄，呢个石室度又有石海，又有石凳，莫非呢度系有人住嘅？刁兄，乜你唔系带我见呢个山洞嘅主人？余中横江湖三十余载，杀尽仇寇，败尽英雄，天下更无敌手，无可奈何，唯隐居深谷，以雕云游，
招呼，生平头一敌手，不可得，成绩年难堪也。剑魔独孤求败，唔通隐居喺呢度嘅就独孤前辈？都唔知而家独孤前辈喺边度咧？獨孤前輩早已身故，懷骨於此。獨孤前輩當然威震江湖，打遍天下無敵手，生平只求一敗亦不可得，實在令人羨慕。獨孤求敗，既然以你為友，算你上嚟，我楊過亦只不過係你嘅晚輩。當年獨孤前輩死於深山，亦有雕兄你代為懷葬。但我楊過縱然死喺鬧市之中，恐怕亦無人過問。各位 YouTube 嘅觀眾朋友，我係吳子墨，我係張景順，即刻 subscribe 歡樂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選劇集精華。仲有英國嘅觀眾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條專門為你哋而設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將今年最精彩劇集帶俾你哋，記得 subscribe 啊！